其实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朋友都非常的热情。你要换一支给我拿是不是？真的假的啦？那今天我手会酸死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你们算志工吗？哦，环保枪一向环保局的，哎啊呵，听到环保局有点紧张，口罩要戴好哦。对哦，哦来来了，希望大家好不好？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这个呢，妈祖让进，台湾干净。是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这个非常感谢我们嘉义县环保局的这些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也算是加班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通常五点，通常五点下班，那今天要可能要上到比较晚一点点。对啊，我们要提倡好不好？我们垃圾不落地。其实我们绕境都有准备很多垃圾区的地方。对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呢，我们呢不要觉得说，哎，我吃完了想要丢就丢，不行，我们可以，对对对，我们可以 拿久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找到有垃圾桶的地方再丢垃圾就可以。那也记得。垃圾分类要做好，分三类，没错。来来来，上课，有一般垃圾、资源回收以及厨余，这三类都不一样，没错。记得哦，我们来到我们现场，如果有吃完的一些这个垃圾，我们要分类分好，没错。我们这个现场当中都有准备，垃圾准备到三种吧？对，应该都有准备到三种，这不一样的，希望大家分类好。那问一下哦，请问保丽龙是哪一类？一般垃圾吗？回收的，什么？你讲啥？我听无。回收的，对不对？哦吼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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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听不懂啊。没有，因为现在刚好要戴口罩，没有有点距离，好不好？没有办法猜那个嘴型，就说什么？我等一下，我私底下我自己去 Google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感谢你，你们很辛苦啊，因为其实。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啦，我想说，哎，保丽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类，因为有时候朋友会说，哎，这个保丽龙就是丢垃圾就好，有些会说没有，就是要丢分类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好，这个我们有，今天有专业的人士，大家也可以来做询问。好，那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的歌声很棒，所以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要带来大家熟悉的、朗朗上口的这一个好歌。来送给大家共同欣赏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送给大家。一百零五度的你，一滴青春的蒸馏水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过会想笑着再站起来。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已经不再等待。很安心，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放手让我来，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准备了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大月全部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一滴青春的蒸馏水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。右边的朋友你们好，姐姐你坐得很舒服哦，真流水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不忘说出心上态，痛快去热爱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一滴青春的真流水，每一梦有梦里去开，再次回到最前程，谢谢。站起来，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很安心，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抱歉让我来，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一起唱哦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白月全部的阳光。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一滴青春的蒸馏水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，不怕失败来一场，不怕去热爱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，一滴青春的蒸馏水，每一梦有
的时代，可我的初心藏在梦怀去热爱，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。可以喝一口了哈。流水喝一口，用我力水开，再次回到最佳状态。送给大家，感谢我们今天最美丽的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姿怡带来我们一连串的精彩的好歌，今天连播的